女的这个蛮节省的，自己上下班，在加工厂上班，自己带便当。那天呢，她妈妈说：“哎，你阿我啊，啊这个金就咋的来？”呵呵呵，就在公车上太挤了，挤的上，感觉上，哎呦哎呀，糟了，那个香蕉掉了，一下凌空就抓住了。后来，那是这么就费玉清时间了。这个还没有，奇怪，还没有到工厂旁边一个人讲话。哎，小姐，我被裸枪哈！其实呢，选名字都是这样，话中要有话。对，你看说归亚雷多好听，好听。父亲叫做归来，哎，好棒啊，那名字好棒。怎么有人叫归去？哎，归来归去啊，留恋。留恋。有的人叫留恋，还有的人叫留恋。涟漪，你们以前的名字。对对，涟漪。话中都要有话。后来我一个朋友，他们家也姓归，他是独子啊。也是龟亚雷的龟，这叫龟毛。没有，结果他是独子啊，大家就指望他结婚生一个再继续传下去啊，一举得男，太高兴了，太好了，全家想名字想了好久啊，因为这个生下来是长孙嘛，对啊，就单名就叫孙，龟孙，刚子的小姐 Jackie 秀，我们很喜欢。出国去玩，尤其礼拜六跟同学去露营，露营嘛。啊，露营啊，对对对。晚上我手淫。啊？手淫啊？手在。然后我心里想，手淫房。我心里想，他怎么会把这个事情讲出来？而且他讲的没错啊，他去露营，晚上他手淫。如果手淫是为了自卫，因为他要保自己，他怕有歹徒过来。大家。而且我有准备一把手枪，歹徒如果来，我要拿手枪打他。哦，然后讲完以后，他自己觉得好像怪怪的。就说：“导播，对不起，整段都不能播了。”绝对，好像是他是什么护刮的？那是一种对长型的护刮，然后只套在男生的宝贝上面。哦，套起来，可是他怎么一直立在那儿呢？对啊，就很奇怪，我就想他们是不是都吃了威尔刚呢？它的立边点在哪里？不是立足点吗？你说那个边，这句话非常的含蓄文雅而温柔婉约。立边点就在下面的蛋蛋啊！哦，其实它底下还有个小圈圈套住左边的那个蛋蛋啊，所以它才能不掉下来。然后上面还有一根绳子呢，像腰带一样。哦，细细的苎麻绳套在这边，所以它才能一直直立。是这样子的，那可是我们你也知道，这个四周啊，这个都是肉做的嘛。哎，对，你是铁做的吗？那里都是肉做的。对对对。但是那个四周，你想跟那个护瓜是干燥的，总是会摩擦。我也是问他这个问题，就他回答得很劲爆。哎呦，他说反正在做那种事的时候，也是一样会有摩擦。啊，他讲的我觉得也蛮有道理。所以不然我一直觉得他那一圈都长茧了。现在是可以多认识一些朋友，是是对，然后因为你多认识，就可以知道谁对你是比较适合的嘛，对不对？是是是，但是有白天适合，晚上适合。我讲的是比较深一点的，有的人有一好无二好，对不对？有一好无二。所以你要有的人是开了灯好，有的是关了灯好。这些也要请教您一下，您是学护理的，那这个有的时候碰到这个男性的，要这个。我们有的时候也上医院检查，有的时候正要宽衣解带，哎，大夫，你也放几个护士出去一下好不好？旁边蛮尴尬的。对，那你们本身其实也不见得就觉得看，或看到会长针眼嘛。很多人啊，很多的家长啊，就是如果说男生的阳具，从小家长不敢讲的，一定用滴滴来取代。哎，小滴滴。女性的阳那个阴部呢，一定是说。妹妹，那搞得弟弟妹妹到底是什么东西啊？连我们大人都不敢讲，啊、都说这是干部，那是干部活动中心。你不可以啦，提出抗议！你们女人不是干部的活动中心。所以这一定是要经过我们同意，才能愿不愿意让我们作为活动中心。你喜欢青菜短门的亏啊？你好，那当然。你是随时爱助人的。对。来到贵宝体，总要寻芳问柳叶。哎你就去了，后来大家一起，不能讲我去，还有很多人呢、对，要不要把大家拖下来死啊？你光叫我死啊？结果大家进去了以后，大概顶多二十多分钟，就坐了外面沙发点香烟。哎那大家都到齐没有一趟，只有你还没出来。我你来这里，我记得你是在跳，你刚跳，好像在韩国。因为我是陪他们去的，我就是给钱，然后我根本就他们睡觉。太客气了，我真的是这样，我真的给他们睡觉。是这样子吗？对，我陪他们去的，我记得那女人出来好像在扶着墙壁一样。哦。那女人
女的又很急啊，又不能讲中国话，不会讲台语嘛。哦哦，台湾 Superman 哦 Superman。阁下也是深藏不露。不瞒你说，第二天呢，那你啊打包来准备跟你走。其实我觉得唱 pop 有一个很大对我来讲很大一个帮助的地方，就是因为现场的观众一定有所谓的一些反应跟动作啊，对例如他们比如说他们想上洗手间，因为他哥又听到一半尿急了怎么办，所以他又对要退开，因为那个椅子要拉开往后拉，可是你知道那椅子很难听，这样你有没有，那你就突然间你就会停掉啊，就会有很多状况，例如手机响也会这样子，对哎，干扰挺多，BB扣，对，有很多，所以我都会建议客人，其实你那个手机哦，如果说你要去 pub 里面演唱啊，听人家唱歌，势必要把那个手机，我在干嘛？把手机。帕机啊。势必要把那个帕机啊。把那个手机关成震动，然后放在这里。有的人还讲得很大声呢。对啊。怕听不到，根本不管。喂，啊，你现在是你扣我的 B 是吧？好，待会儿我回你的机啊。让朋友只知道小哥的歌还不错。耶。哎呦，还不只是不错啊，那这个歌王啊。叫小王啊，那是歌王啊。歌完了，然后呢？可是观众朋友们对他私底下的私生活可能不太了解啊，这个就不要聊了。到观众把我当老朋友，我的私生活还有什么好介绍？好好介绍你一下。公开拍那龟鸡摸了嘛？怎样？哎，不是这样子。到现在啊，小哥的，你都看到都是待人接物啊，是彬彬有礼。哦，彬彬有礼。私底下这是应该的嘛？温文儒雅，这是个人的气质嘛？你大家都不知道，到现在还是完璧之身呐。这才骗不过去，那干脆先进的钱啊！我这个年纪还骗得过去吗？何止！哎呀，早就 IKEA 家具 DIY 了。啊，我哥哥以前高中一个女同学啊，这长得很漂亮，跟她名字一样，姓陶啊。这个陶姑妈的陶，娇艳的娇，兰花的兰，陶娇兰，这是校花。后来同学们的恶作剧捣蛋，都把她名字倒过来叫。是那种人来疯。有一次呢，我们宣传呢，他就跟我叮咛，他说：“哎，你等一下哦，要很正经哦，你今天穿裙子，你现在出国语专辑要很有气质哦。”我说：“好好好，你放心吧，我去上个洗手间哦，哈，啊，你要乖乖的哦。”然后呢，他一回来的时候，我已经翻第二个跟斗了。啊，又玩起游戏。你把看过《潜魂》翻跟斗。没，绝对没开会。因为这个东西啊，就是说它是传宗接代最主要的这个器官嘛。哦，是是。然后呢，它这样讲也对了。是。然后就是说，你觉得你这个两个小孩够的话，我觉得就是为了减少这个太太的负担啊。因为有很多这个尽管说卫生套是 OK 的，是是，可是他总是太太会埋怨啊，这也有这也是一个角度，有弄湿的地方。我们这儿有中国大陆妹按摩，让您舒筋解劳，明个下去手气就不一样。哎，好好，就叫一个来，哎呦，果然漂亮，十八九岁，先生给您按摩来着了哈。毛巾一铺，来先生，那这不用讲，你知道吗？对，也是叫一丝不挂的。来来来，先生您面朝下趴下，按到正面来了。来，先生，请您转过来。哎呦，糟了，有一点反应。然后呢？就是你说大家先从胸部按起，很舒服，这样帮他按摩。但是还是要到内侧啊，大腿的内侧，就有点有一些东西在障碍着嘛。为什么？既然到这个附近了，哎，先生您，不好意思讲明白，先生您好像很痛苦啊。我小姐也懂了，先生您，莫非您想行房？这近在不远，这么近为哎就好了。那女生，那是犯法的。你的鱼怎么样了？我的鱼啊，生向他妈第600多只了。哇，不停的生呢。我一直在想，小哥是不是因为家里真的是
地灵人杰，哎呦，所以很多人养鱼哦，三天之后它就浮在水面上，真是的，只有你们家鱼可以繁殖到600多只，这可能要用心了，所以我看差不多将近1000只，我才邀请大家来家里一下，来家里做什么？我想做一个这个布拉鱼干，很久一直希望一个孩子，但是他太太希望他尽力，没有结果更好，你今晚几公里还可以多奋斗一下尽力就好，但现在没有问题，只要那个过程不要结果。没有问题，但现在有没有尽力嘛？现在有尽力啊，有尽力吗？有吼啊！那后来他们有生小孩，我刚找老公出来恭维，哎，你现在创啥？老太呀，宾馆都要困哈，我来看比装潢更加大声，还是在落枕呀？结婚可以胆子大一点，不像有些人就胆子比较小，一直不敢去碰婚姻哈。其实那种人应该这样子，已经可以摆在博物馆里面。啊，你是说我？不，我是这个。我有说你吗？我那养生的，对，很好。养生能不能壮大？要看你有没有勤练的。如果勤练的话会啊，这听我的心情听了。啊，听无，是先听，是听无。你哪一次壮大，那不得了。小哥别急，我从台北的都要坐飞机下去。我一个朋友，他们夫妻俩，他太太啊，长了一个钉子，钉子就是比青春痘大一点了。这怎么挤呢？自己拿镜子照也照不到，变成长在属膝部的部位。可是感觉又熟了，坐又不舒服，要怎么挤呢？找父母也不好，还是兄弟姐妹，只有找他先生。这个豆子也长得真缺德，怎么长那个地方？但是那只有啊，夫妻俩只有这个就抬起来了。那你的歌曲的音乐馆，音域很深啊，音域宽广，所以啊。一个怎么常常讲话讲到这个上面去，怎么会走到那中间的音呢？有一次那个飞哥在吃饭的时候，来特别来宾很多吧，来那个吃饭时间到了，来不要客气，飞哥啊，一个美女坐旁边，来自香港的，来给彭当一个便当，中间音就出来了，给彭当一个便当啊，就是我宣传告诉我的，就有一个那个叫什么？一个和尚，他带着一些小和尚在山上修行。然后之后啊，就是老和尚每天都会喝一种茶。然后你听过对不对？我哪里听过？老和尚喝茶？对对，喝一种奶味很香的茶。之后因为小和尚年纪还小啊，都很希望能够喝奶味的茶呢。对对，很哇塞，就很希望能够喝有牛奶的茶这样。之后啊，老和尚就出一个难题给小和尚，就是说如果你们能够唱出有奶又茶的歌，就让你们每天都能够喝那种茶。哦，牛妈妈这种就可以唱，不是？不是。蝴蝶蝴蝶。蝴蝶啊，哦，蝴蝶，蝴蝶的对吧？对啊。蝴蝶蝴蝶，样子真美丽，头戴着茶。那你就买呢？一个毛孔可能有2-3只毛发在里面。其实年轻的时候更多了，更多。对，现在年纪有稍微长了一点哦，这边也有掉了一点头发。是，还有络腮胡呢哈，像我们近看就知道蓝蓝的哈。这个会不会很难处理？我们没有络腮胡。每天要刮一次。每天刮一次啊！哇，哦，这是看得到的地方了。那有些看不到的地方，哇，那不是更不得了？还好啦。没有很多，据我所知，那也都还好。我们这个主持人呢，那个选择那个小裤子啊，也一定要是白色，不能是那种米色的。他觉得那样感觉上是脏脏的那种感觉。还有的人穿水蓝色，很刺眼。我的天哪！妈妈一天到晚叫我生孩子，也是啊。然后我有一天我实在憋不住了，吼，他讲了半年，每天讲哦，然后我就说妈妈，你儿子又不跟我上床，那个我怎么生孩子？哎呦，我觉得他先生是，这么说白天是一个很舒文怎么讲文质彬彬的人，不能晚上也文质彬彬的了。对呀，不然那真的是哈。那怎么生孩子嘛？然后他妈妈更可爱，他妈妈教我怎么样，啊你
你不要给他强下去哦。叫你主动一点。对啊，所以婊子你怎么把他强了？啊啊！流畅，你声音很华丽，两个字来形容。华丽。嗯，真的是华哥。很像华哥，还真像好自在圆满意的，谢谢。是是。我一个朋友，他小时候受伤。但是我们一直问他，追问他永远都不答。嗯，以前那个眷村的墙壁蛮高的嘛。嗯，那我怎么防小偷？那时候没有，就把一些破的酒瓶、玻璃瓶敲碎以后，放一些水泥铺一条，通通立在上面，就让小偷一上来的时候可能会割到手，就不敢翻墙进来。他也蛮看过那种墙，对，他也蛮皮，就走了那个，他以为他的这个球鞋很厚嘛，就走到上面再走，哎哎哎哎，大家就拍手，一不小心滑倒了，坐下去。这一坐啊，因为那个时候叫做卡其裤很大嘛，小孩子一下就长大，大不多都买 SL 那种大号的，怕他过两年就长大，所以很宽呢、啊，很宽敞。一坐下去的时候，啪嚓，只看凌空掉下来一看呢、啊，哎呀，这掉了一。你怎么可以这么认真的讲？马上就捡起来，就两颗葡萄，你知道吗？这不是赶，他们家赶快抱他到医院里去了。真的还假的？但是回来到底接回去没有，我们都不晓得。现在怎么问他，他都不讲。当然就是看他白白胖胖。说到这个，就聊聊，想让我想起一个笑话。我们这个笑话也不常说，想到哪了，灵感到就说。他的笑话超多，他可以出书。啊，正好就是一个中年妇女嘛，嗯，跑到这个情趣商品店去了，啊，在门口逛了一下。哎，我不敢去。就不太敢，你进去不是被人家会笑吗？啊，不，就一个太太在门口就进去了。哎，另外，不要跟，招手，那个太太就进去了。啊，请问你们有没有电动按摩棒？不好意思啊，这声音还颤抖，有没有电动按摩棒？老板说：“哎呦，但是都是俺们是十八岁啊，对不？有一点年纪了嘛，你这个年头有一点年纪了哈。我跟你讲，卖安尼拍摄，讲话够会准，讲话还会懂。没跟你搞，人家下面看来拢有啊。”电动按摩棒，哎，有，我这里有三，声音会发抖，对，这声音抖，怎么会这样？就是三段式，这个好不好？他可能不好意思，哎，呜，啊，你看这个是弱，呜，哎呦强，还有转头的，呜，太太说啊，我知道这个三段式的嘛，对，三段式就是个小个后就又耐用，不是啦，我想请问你怎么关掉？台湾早间都是要请人咧，平时做医院把酒大大咧，健康，腰都是腰啊，莫打都是莫打。其实没有啦，莫打是因为今天穿蓬裙啦。好，你今天是个垃圾做起来广告上好，那个乌桥牌好不好？今天来看新妇的，好不好？看啥？你老不搞啥？哇，混的不好啦。可是要像你上好，搞新过去了。可是要像小哥那么会扭屁股才好啊！哇，我真喜欢看你扭屁股，好好玩啊！你是个吹气听。真正看完呢，慢慢起来。啊哇，就厉害！你反应我够紧的，我看你的这波，不是套操蛋，还眼睛跟这个耳朵要同时一起用上。我你们速度效果啊，几乎几秒钟就一个效果，十分的敬佩。我刚好加紧，哇，我心内刚好加快。是，这方面，而且互相是不是配合的好，是不是吃得饱？不好意思，人家都成熟了啊！不，这是真的。这，我老觉得早上这边 KAN 的时候，我没有把它蒙清楚，门外 KAN 才是几匹马力，我都要问。那想请教一下，那在野外上厕所呢，怎么办？野外上厕所，所以我们老师说不要去野外上厕所。如果男生要去野外上厕所，要带一根棍子。哦，哎呀，这个要请教你，怎么为什么要带棍子？因为一尿尿，他会黏住，我就要把它打断。就有一个朋友叫菜头啊。哦，哦，以前宪兵。那怎么可能是？不是宪兵的。太以前了，上级啊，这个说要听说要来考察，嗯，不知道是旅长要来还是什么的，哎呦，那就是大家 S 带要擦亮，皮鞋擦亮，上级要来了，就是那这样子了，我们的师长啊，就是自己这个师里面先这个怎么讲，复习一下，复习沙盘推演一下，哎呦，全部排好列队，那当然师长就假装是旅长要来嘛，啊，大家排好，先演练一次，啪嗒的一阵子，那个人就从头阅览到最后嘛，教阅走到菜头那边又回过头来。这个兵把他调到后面，这个长相有碍观瞻了。你说整排就差这个的，菜头把枪丢了。哎呦，这连三字经都骂出来了，对着长官了。
因为他直接讲了他长相嘛，人身攻击了，骂什么大家独存的，怎么可以做人身攻击？应该做当归攻击就好，只能够独存。这个长官也不生气，因为觉得哎呀，好像失言了啊，就看到他短短的身材往山坡上跑，嗯，跑这个其他人追来，菜头，就怕他会自杀嘛，嗯，恐怖就结了，就恐怖。后来你看，转弯的躲在那土地公庙是要坐下来，太侮辱人了，哎，好像哦，好像哦。结果后来说，好，送上车以后把他吊到后面。家教其实蛮严的，就是客人如果没有上桌的话，对，这个也是绝对不能动筷子，所以这个大家都坐在餐桌上的时候就等费玉清，江慧都坐好了，就拼命叫他，你在楼上不下来，对对对，我费玉清你快点啊，大家等你吃饭，好，他下来，他一下来呢，我两个儿子一看客人坐好了嘛，他们就把筷子拿起来，没想到刚刚拿起来，费玉清说话了，吃啊，不要等啊，吃啊，不吃哪来的大便？拿着碗就傻掉了，心里想说怎么吃饭的时候费叔叔说这个，他们到今天都很怀疑，为什么你妈妈你不让我们说，可是你的朋友到这里来的时候他可以说。当然还要强调里面你那个全裸的那张，又套一个护瓜了，真是。你身材也还不错呢。哎，都有在练习，跟小哥一样，该有毛的，该有毛的地方都有。你都看到，你那么仔细，其实那照片很小哎。是真的，小哥真的是这个啊，观察入围。是啊，这个人的腿毛还真不少，有的穿了毛线袜。有的，不过有的生产完了也有后遗症，以后都不再吃的四神汤了。以前有人说台高人，我都给他吐。台高人先，台湾高雄人。哦，台湾高雄。我记得菜头问我就说我是基隆八堵人。又碰到沈芳了，哎，沈芳，哎，他也是高雄，说是没有，我就他就说台高人嘛，哎，那我又回他，哎，我是这个父亲是宜兰的，不，父亲是兰屿，啊，兰屿，妈妈是礁溪，宜兰礁溪，哎，后来又碰到了谁？又碰到洪百惠了，啊，又是台高人，哎，等我讲我也，他也是台高人啊，他又问我说，那你要怎么回答？我说我是这个，我是白河跟湖尾的。哇，今晚他杜德利拍谁啊？也是说要动动脑筋啊。所以，但是如果真的很沉浸的时候，是一种获得。但是获得有的时候就糟糕了，有的时候会自怜。你有没有自怜的时候？会啊。就开始会感觉到对自己说，叫他哪里跟他不会套，运气不会套，还是讲感情无寄托呢？没有，像我是不会，我都自。不好意思，哦，差几厘，差几厘。安慰自己啦。对，我也是。大家都会安慰自己，对。真的，我觉得每个人想法不同，然后有些人会趁着自己年轻的时候要把握时间啊，把握美好的身材去拍写真集，我觉得那无所谓。但是如果问我会不会的话，我想自己得衡量自己有几分，做几分事，可能没有办法。啊，到真正的坦诚相见的时候，也要亮出东西的，有什么？是这个万一的话，到这个大家哈，不能养眼是要命。不过有的时候我也感觉他们太重了一点嘛，为他们感觉到呼吸有点困难。像我们跑步就很方便。哇，简直是呼吸像那跟他的牙酒练的。你要拍侧面，你的屁股又翘了起来。就是有这种呼吸，好像在举重一样，啊，这是这个意思。其实恰到就好啊。对。那么我们应有尽有，不一定要分这个大小的问题啊。嗯，没错。这叫智慧型的。对，所以我说我走气质路线。女人对男人可能比较不在乎了，但是男人对女人可能要求比较严格一点。男人是这么想，男人是比较不在乎，对，但是你如果要求他冬天一起洗，他可能不太愿意。为什么？太冷了吧！啊，贺一航就教我，你要娶一个女的话，哎呀，绝对不能在那方面下太多功夫，哇，你不能十八般武艺全部搬出来啊！将来哈呀，做牛做马，有一天不做工的话，还得了？哎呀，对，那个菜端来离三尺远就丢过来啊，嘎给夹啪的丢。这也是他那是他的那一套逻辑啦。菲佣也是伤脑筋嘛，我说Anita， 你先到我们家来做哈，就是我们试试看你的手艺，因为他忍不住了。Anita 完全不做，就看他马蛋，就看他叫他做，他仅做一两个礼拜不行。Tomorrow we follow you, OK? We follow you. Oh yes, madam. 他就去提菜篮出去，哎，只买了两道菜是吧？一个是什么？挂菜，还有青冈白菜。
就买回来。他一看，妈妈，他只买青菜。他说，好吧，算了吧，大概今天我们就当初一十五吃素算了，因为他只买了两道菜，那我们就吃两道菜好了。好吧，好吧，好吧，小孩子也就勉强了。到中午出来了，炒还是变一道菜。哦，挂菜炒青冈菜。我从来不赌博啊，不赌博，从来不喝酒。嗯。吃喝嫖赌都不来，我好像都不来。嗯，但是儿孙满堂呢？儿孙满堂，这是晚上睡回家睡觉的事儿。啊，对，我问的是最基本的。就是啊，那就很遗憾，就是我身体很好。哦，好。这个有些时候做该做的事儿嘛，是不是？然后就努力就有成果嘛。是是，我是学护理的，哎呀，那真是巧了，真是学日不如撞日。我那天打针这里有点痛。打到神经，来，我看。不能戴这种脱裤子。因为阮阿妈吼，阿妈都现在生得太水了。哦，刚才听过嘛，是阮卢凯竹之花了。哦，这一生呢嫁了三次嘛。哦，这个嘛叫阿公，啊，那个阿公，那个阿公，阿公吼。哦，既然老子爹说的对。然后放一挂那个山地保留地好啊。哎，不对了，哎呦，阿公拢绑的啦。哎，拢用绑的。绑出来都酸。啊，这么我来接，我拿完了，我来有毛毛啊，过来，伊啦，这闻到伊啦，有毛毛就是山啦，哦，伊粒山吼，恁阿公的啦吼，哇，红鼻的山，啊，伊粒山是恁第二阿公的，哇，不得了吼，伊粒溪吼，溪边遐吼，地砖吼，恁第三阿公，我男人比较不善于那样的一个表达而已，没有那么的去体贴的去包容女人，或者是说像是搂搂抱抱的。对对对，这种事情呢，其实谈情说爱，这也是一个也要一个锅子，要一个铲子，是绝对的，不能说，就只有一个锅子，就是不能说谁非要独大，对对，不这样怎么炒得起饭来？没错。哎，这个炒饭就是逮一根叉本啊，这个有的听得懂就懂啊。这个总是要互相啊，一人一半才有办法嘛，是的。刚才叫宣传特别拿了自己一个 T 恤给我说，说是张亚文说希望你签一个名啊，你哇，阿妈讲啊，明星对明星啊，你还过来给我签名，你是真给他给啊？真的啊，真的，你真的很欣赏我，真的很欣赏。哎呀，就当我来口嘛，拜托你给他签名。还蛮好说话的，挺强。一个老男人裸奔，吊郎当马，哎呦，蛮厉害的哈。根本都不考虑的，老太太裸奔，空穴来风嘛，太老了。何音都在笑，哎，是不是这个笑话太老了？大家都知道哎，我看新的不？我看新的不？不是一两个，你要听清楚啊，有一群少女啊，他们都已经有经验的人了，什么经验？就是啊。那方面的经验，哎，是，所以呢，这个你也知道，这种是食色性也嘛。姑姑啊，久久不开张吃一顿也是很难过。开始打个吊带了，结果呢，一群竟然跑到 pub 里面去。那大家讲好了，哎，咱们姐妹淘十几个哈，大家个人选个人心目中的帅哥哈，选好了各自就出去哈。那当然。今天礼拜六晚，明天大家再通电话，大家互助顺利啊，大家去钓个男朋友。短期的短打的了，就是说掉到今晚，明天就不要谈以后的了，啊，大家各自找，哎呀，噔噔噔噔，大家就自然就跳开了，跳跳跳跳出去了，就大家都来交头接耳，哎，姐，我找到了，我先走了，啊，这个是，哎，有了，小妹我也找到了，通通走了了，哎呦，十几个通通找到了了，大家都有搞头了，哎，这个是都找到了，这个一夜情的这个男伴都是很帅，都出去，这样子的一个画面，猜一句成语。啊，记住啊，我还给你一点暗示，一群哦，不是一个。你不要跟我什么一马当先什么这些啊，什么一柱擎天这个都不。花好月圆，花好月圆，哎呦，错了啦。啊，哦，我知道，很多人对不对？哎，对对，十全十美，有那么简单才那，那我还叫皇帝呢。十全十美，我还一柱擎天呢。你讲的笑话我全部都听过，就这个没听过。这是文学基础不太好，讲一群人嘛，啊，每个人都找到了男伴出去了嘛，啊，这叫做井井有条。啊，对对对，运动可以。嗯，所以以前有个笑话嘛，嗯，美容医院他也不赞成。我这个人王大夫，我不是随便什么钱都赚。嗯。大家能够改善用运动的，我就赞成用改善。好，王大夫，我就上围太扁了。来来，常常做这个姿势，
这样就可以了吗？没问题的，一个月半个月以后再来找我，我再来复检，你听我的话，随时有空就做。好好好，这小姐就有一天搭公共汽车，哎，坐里面想到王大夫的交代，反正上班的路途也动一动嘛，哎动，哎动动动，对面一个先生站起来了，站起来，哎小姐，你是王大夫的病人吧？哇塞，你会算命吗？你好聪明啊！对呀、啊，我是美容师王大夫的病人，对对，我也是他的病患嘛，他也常叫我动一下。哎、欸，你死了，我都不知道现在流行是怎么样。还有人叫抬高人，什么抬潮流要跟着走、哦，看穿以为就知道。现在都是很讲话都是很简称啊，就说、哦、啊，你好酷，好靠，好漂，好声音，好漂，好声音啊，越简单越好。是抬高人，抬高人啊，怎么解释抬高？我们爸爸抬北嘛，妈妈高雄，哦、就简称抬高、哦哦哦。这个人也是太叫单西，很懒、啊。这四个字还能这样简称吗？都前取前面的字啊。是啊。台北高雄台高人是啊、哦、那你这样讲我都不敢介绍我的家谱了哦那你哪里人家父是基隆家母八堵哦我的我大你我大你讲出来我把你讲出来你讲你死了我的讲那边谁那边还我中计啊我就是说一个太太妇人到了庙里面那他这个他就问和尚了哎请问你们出家人都人生观怎么样？他说：“哎呀，还不是这样呢。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嘛，就是这样啊。”那和尚也问那个家庭主妇说：“哎，那你们这个凡间的人，家庭主妇做什么？”哎，也是跟你一样了，做一天钟撞一天和尚嘛。你男朋友也有和尚，你不知道？有吗？看您在电视上唱歌的时候呢，应该是记得是在中视的这个进化歌曲的节目当中唱歌。对对，那个时候，对那个时候我还名字都报不出来。不会不会，想唱个流行歌，真的要唱五六次进化歌，才轮到我唱自己的歌。这样子啊，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您是国家这个歌坛的一株幼苗。哎呦，而且从那个幼苗当中呢，我就感觉它是一颗奇葩。哎呀，在我心中您是大奇葩。我讲这话，我只是一朵小奇葩。您在我心目当中，我小的时候呢，您就是一朵奇葩。当我儿子看到您在电视上出现的时候，我们父子同声说：“您是一朵好大的大奇葩。”别忘了订阅我们 YouTube 频道，并按下铃铛收看我们的影片。想要看更多精彩内容吗？可以点选旁边的影片哦。